想起你，在这空空房间里，思念太细，在我们曾经的梦里，来不及说我爱你，却不得不分离，心痛到无法呼吸，只因你。可惜这样失去你。今天是我最开心的一天。别兴奋了，睡吧。我帮你脱鞋。我帮你吧。干嘛呀？这不是线索吗？线索？什么线索啊？三封信，三个地址，你还不明白顾小薇要干什么吗？他这是故意的，故意让我找不着他，还故意挑衅让我满世界找他，这是什么孩子？这是？你就这样看你女儿？那你告诉我，他想干什么？反正你们俩就这样下去吧，啊。我看你们接仇接到什么时候？我活到现在，从来没对谁这样失望过。我没想到是我的亲生女儿，还不如没这个孩子。谢过，是不是我现在说什么都没用？那磁带呢？你当时不是录音了吗？就是找不到了嘛，我都快烦死了。就那变态校医，他想害我。你也是，徐杰都托他大姨了，你怎么还老去找那变态啊？我就是不想便宜他嘛。都是华伟林害的，
招得你犯贱，一趟一趟过去偷窥。跟华伟林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有没有是非观啊？就是那个变态校医，他自己破罐子破摔，所以想拉我下水，他就是想害我。那究竟怎么回事？你都跟校办说了吗？说了，有什么用？他也不是闹得满城风雨，我现在终于知道了，什么叫唯恐天下不乱，就是所有的人都不希望你没事，都希望你出事儿。沈宇，哎，徐杰，沈宇他心情不好，你多陪陪他。沈宇啊，学校议论纷纷的，你就多待在寝室，少出门。你说什么？我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是说何必呢，避避风头嘛。我嫌我丢人了是吗？嫌我给你丢人了，假装一如既往的关心我，帮助我。亏我那么相信你，谢谢。哎，沈宇，我没毛病吧你？我怎么了？追去！美娟跟师大离得挺近啊，你挺好的，挺好的。你们呢？我们也挺好的。好，我们先走了。我也还有事儿，再见。你放弃美院来咱们美专，就是因为他？赵老师，我发现您挺好色的。那女的就是沈宇，中文系的。说他被流氓校医猥亵了之后，还主动找过他，跑翘课出去找男朋友，就是左手总带护腕的那个。嗯，我看他挺纯的呀。那个沈宇还找流氓校医打过胎呢，反正也老被流氓校医看，再多看看也无妨。走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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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女的身材不错。我认识你吗？我美专的，叫华伟林，你记住了。生无息疑难的议论你，话说的特别难听，结果华伟林正好在边上，一拳把那人嘴给封了。不是，那为什么要打架呀？不是华伟林要打，是那男的满学校找人要报复，美专的就顶上了，也出来一堆人，这事儿就闹大了，你知道吗？本来俩学校谁看谁都不顺眼。打架了！现在被警察抓走了。小薇，那华伟林的事儿，你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别跟我过不去行吗？
是这么想的，你爸哈是政法口的，他这方面应该有挺多关系的，要不然你让他说说话呗。沈宇让你过来的吧？主意是我出的，他自己干嘛不来找我？他不是觉得自己是罪魁祸首吗？没脸见你。他不是吗？毕竟不是帮他，是帮华伟林。他们都说美专挺爱护华伟林的，只要不判，弄个处分就息事宁人了，否则他这辈子就完了。你也不想的，对吗？喂，哪位啊？说话谁呀？谁的电话呀？我猜都猜得着是谁。本院认为，被告人华伟林故意伤害他人身体，致人重伤，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，依法应予处罚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234条第一款、第67条第一款、第72条第一款、第三款、第73条第三款、第64条之规定。判决如下：被告人华伟林犯故意伤害罪，判处有期徒刑1年。不要我了吗？你不是甩了我的吗？你为什么要和我打架？要毕业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你是不是有毛病啊？不过就1年的事情，至于吗？别哭了。烦人呢，我都不想拥抱感情的风暴，谁又能预料，而我却深深陷入那情感的牢。说什么来生有约，我们还会遇到，我只想拥有你现在的每分每秒，梦温暖眼角，爱却已退潮，那些过往的誓言早已随风远飘。曾经以为天荒地老，为何结局再见撕裂或心头烧，只剩下痛将我紧紧拥抱，我已无可救药。沈宇啊，你们师范毕业生毕业了就得回原籍，你拿什么等？别说我瞧不起你，除了会跟我起哄以外，
10000块钱。曼彻小姐，价格特别好。站住！站住！小兔，还钱！还给我，小兔，滚！我告诉你们，别过来！滚！滚！滚！沈宇啊，我警告你、啊，学人处不管，人事处不管，您也不管，逼急了我可不就只能乱来吗？每一个留校名额都是经过综合评估的，不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吗？师大就是欠我的，我承受谣言之痛，你们管过吗？就没有一点补偿吗？沈宇，我告诉你，学校没能维护好学生有责任，但是选拔人才是另一种责任，这两者是混不到一块儿去的。是一个师大中文系四年级的女生，我爱师大，我爱我的学校，因为爱我的学校，我忍耐了屈辱的遭遇，维护它，甚至纵容它。我本着一颗包容的心，只想成为一个师大人，融入到这支优秀的队伍中去。师大是否也可以敞开它包容的胸怀，认真地去感受我这颗拳拳之心？就算是猪的脑子都能想得出来，这个水一定是方主任他们家里人泼的。你要真想留在省城，你就再找找校外的那些单位呗。刚毕业的人又没多少钱，而且大部分公司他们又不给宿舍，那拿钱都拿来租房子啊，生活怎么过？关键是我们两个人的情况不一样，你可以回云景踏踏实实等毕业，我不行啊，我必须得等华伟林出来，我怎么能走啊？当我放屁。干什么？又离婚啊？胡闹了一天就，我没跟你胡闹，我是认真的。你是什么人呢？有你这样做父亲的吗？你的孩子接受都接到这种地步了，孩子走了都一年多了，你都不去找一下，这样变得让父母人都气疯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你倒好，班照上，报告照做，在你的心里什么都不重要，就你这个副市长的位置重要。一个人冷酷到什么地步才会像你这样啊？来了。
老沈。哎，顾书记。儿子，来来来。顾书记，我们赶紧送你来了。关于你们家沈宇毕业后的工作问题，老张都跟我聊了。自己家女儿的事儿不管，别人家的事儿，倒真不少操心啊。美丽，你。老板，我要出去玩。哎，好，来了啊。郭书记，这个眼看就要步入社会了，我们这个做家长的呀，能拖一把就拖一把。对对，那是。中文系的是吧？嗯，这专业跟宣传处也对口。别人家的孩子什么都行，就自个儿的不行。老沈，你别急，我不是冲你，我是冲他。看到了吧，人家家的父母为了自己的孩子忙上忙下的，你倒好，是死是活你都不关心。你说你说这些干什么嘛？那个，你们家小薇还没找回来啊？他要想去查，我就不相信找不着。他都不想认这孩子了，他。哎哎哎，顾书记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怎么能不关心孩子呢？是不是？毕竟是你的骨肉啊。你打我干嘛呀？这儿没蚊子。不是。我说错了吗？是吧，顾书记？我跟你说，做家长的呀，看着孩子一点点长大，孩子有错误，该打打，该骂骂，该批评批评，该教育教育，但是不能不管，不管多可怕呀，是不是？我听人说那个华建平，你知道吧？嗯，在这说这干嘛呀？我就事论事，我举个例子，没有刺激顾书记的意思。顾书记，这华建平啊，那二儿子。因为打架抓起来了，我听到这消息，我一点都不震惊。为什么呀？就是没有家长看着我，委屈、孤独、愤怒，是吧？那老头叫什么？风雨飘零。那就会为一点点事儿，一失足就成千古恨呐。有蚊子吗？钱不要命啊！就这歌都快唱一年了，你们老板不烦吗？祖哥不是我老板，他是我宿主。还宿主？你寄生虫啊？我可是自食其力的啊！好，好，自食其力。要不一会儿跟我们走？什么？注意点，听说有人被他这样抽了裤子。还有人说我是体院的大学生呢，你信吗？就是，哪能啊？怎么着？一会儿带你玩去呗。耽误我工作，你给多少钱啊？钱是王八蛋，你说了算。我请客。顾小薇，你过分了。我需要钱。想钱想疯了，把自个儿卖了是吧？我又没有说我要跟他们那什么。他们带出去能干什么？你心里没数啊。I need you to embrace me with passion and love, but do not take off your mask. 我渴望你能温柔地拥抱我，但是
你千万不要摘掉你的面具。顾小薇，你听好了，青春可以浪费，但不可以这么去浪费。你人民教师啊，还教训人？十年前是，够资格教育你。买你一次好不好？你看，你没那么容易豁出去，对吧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啊？我知道你为谁攒钱，白天卖内裤，晚上卖酒，省吃俭用，但伟大，你是不是自己都觉得很有殉道感？什么叫殉道感？你看你一个中国人没有外国人次量多。管他。听我亲亲，听我说两句，好吧？你别以为因为爱就可以丧失底线，这只会让爱变得不珍贵。我给你讲一故事吧。曾经娶了我最爱的女人，也有了爱的结晶。我爱她们，我希望她们有更好的生活。当时我在丹普森银行，为求业绩，我违规贷款。于是，照着你们的话说，叫吃了官司。结果我妻子跟我离婚了。法院也限制我对孩子的探视，因为我有道德缺失，很可悲吧？我有硕士学位，教育心理学，却没有机会跟自己的孩子相处，遗憾吗？是，可我活该。你这又干什么呀？我要去教学楼门口蹲着，方主任一天不同意我留下，我就在那蹲。你觉得这样
有用吗？反正我现在想不到更好的办法了。我怎么觉得你现在变得这么乖戾呢？你知道我现在看到他什么心情吗？我跟他一比，我就觉得我特别不成熟，我心慌，你明白吗？所以，他可以为了华伟林什么都无所谓，我为什么不行啊？沈云，魏老师，您坐这儿吧。哎，不用。不是你非得要留校，是为了什么人吗？为了能引起他注意，我烫了一个跟他一样的眼疤，很疼吧？但是我只记得我当时很开心。他考了中央美院第四名，但是为了我，他改报了志愿，上了美专。就因为美专跟师大在一个城市，离得很近。也为了我，他跟人打架，被判了一年。哎，去年美专和咱们师大打那一大架，就是为了你啊，魏老师。啊，说实话，我想留校。就是想能分到宿舍，年前他就能出来了，但是他没有文凭，很难找工作的。我这应届毕业也挣不了多少钱，如果能把租房子的钱省下来，那就管大用了。哦，也是。哎，行吧。其实这也就是我的一厢情愿。我在想，如果我留校不成，那我就只能把自己弄得头破血流。或许只有这样，我才能对得起他；也或许这样，我就什么都不怕了，真的，什么身份啦、户口啦都不要了，我就死皮赖脸地赖在他身边，继续头破血流好了。行了，沈宇啊，你别这么说，我告诉你啊，爱情不是用来牺牲的。听见没有？行行行啊，这个事儿老师帮你办了，好不好？如果我帮不了你留校，啊，那以后我在外人面前我就没脸说我教过你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你真的能帮我办这个事情吗？行啊。心情我理解。不过这也很感动。方主任，您还是从但是以后开始说吧。啊，这个。但是这个留校的问题，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。这个原则你也知道啊，从哪儿来回哪儿去，这毕竟师范生是有国家补贴的嘛。行吧，那我知道了。哎，不过也有解决办法。如果留校的学生里头指标是多了，可以择优。要是人数不够，我们也可以动员一些学生留下来。如果这个留校的学生里头有另作意愿的，啊，可以把指标让出来的。我保证，申宇，只要有人把名额让出来，就给你。沈宇，找我哈。哦，我请你吃饭吧。吃饭？
你看，你都照贵的点啊。应该的。吃啊。香。就当这是我的最后一顿饭吧。我一直在琢磨，怎么死才能死得最惨。赶快大日头调江吧，够来劲，活活就让江水给呛死了。但是沉降点了，别人也看不见呀。喝敌敌畏吧，又不知道喝多大剂量合适，万一吐了一地又活了，就像好多人吃安眠药似的，睡了几天又醒了。上吊吧，不够惨烈。我决定了，跳女生楼，够高，肯定能死得跟烂瓜似的。徐姐，麻烦你到时候一定要给我拍张照片。等伟林出来之后，你把照片给他看，告诉他我死得特别惨，一帮我一帮。沈宇，你别吓我好不好？害怕了？我当真害怕了，你这都是什么想法？姐，你害怕，证明你还是在意我的。我当然在意你了，我都说了，当时是我不够男人，都后悔死了。如果时光可以倒流，我肯定不会那么自私，我肯定会为你挺身而出，维护你的。你说的啊？当然。那你再维护我一次吧。嗯。把留校名额让给我，这样我就有安身立命之所了。等伟林出来，再难我们俩也能生活下去了。徐姐，你不是说说而已的吧？不是的，对吗？哭，你大男人哭，难看不难看啊？我屈辱啊我！我就这么被沈宇给拿了，沈宇他就吃准我这一点了，他就觉得我不能像个男人。我每回都把自己抬高了下不来，我干丢人。丢人就丢人吧，又不是丢了一回两回了。啊？哎呀，哎呀，我说错话了，我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哎呀，我说错话了，行了吧？沈宇他能为爱情拼搏，我却连一点牺牲精神都没有。我怎么就做不到痛快的答应呢？徐姐，作为发小闺蜜，这话我本是不该说的，但是你这么自意自怜，我实在是看不下去。我这么告诉你吧，沈宇啊，现在是 libido 的奴隶，谁也没义务陪他抓狂。 libido 原欲，原欲是一种需要不断满足的生物本能。沈宇他现在身边没男人，于是心理上就出现空洞，就需要一件特别有殉道感的事情来填补。表面是为爱拼搏，实际是内分泌失调。读读弗洛伊德吧，他看爱情是透过现象挖本质的。爱情它不是泛性论，它具有更加深远的含义，这才是弗洛伊德真正的理论。
鲍一德。啊。小时候没事干，我就看书呗。弗洛伊德说，人都有吮吸的欲望。他还说，你的眼睛累了倦了，就请闭上你的眼睛。他说，女人尽管令人难以忍受，但她们仍是我们所拥有的种类中最好的事物。他还说，其实我一点都不完整，是没人能让我完整，所以我只能假装很完整。如果有了你，我就完整了。有个地方，总在心里珍藏。那么久远却无法遗忘，有段时光总忍不住回望，心上的人儿不知在谁身旁。有朵花儿总在心中绽放，那么甜蜜还带着感伤，梦中的人儿是否擦去泪光，青春的激情融化所有悲伤。爱过就不能忘，回忆漫天飞扬，越想隐藏越是被他捆绑。你变成了信仰，有朵花儿总在心中绽放，那么甜蜜还带着感伤，梦中的人儿是否擦去泪光，青春的激情融化所有悲伤。爱过就不能忘，回忆漫天飞扬，越想隐藏越是被他捆。变成了信仰。